侬好，侬是搿嘉兴街道管法处的搭配户对伐？对个。哎，我想搿么样子问侬一声哦，阿拉搿搭就是187弄搿搭一块的人，被聚集了，搿被关了搿个广中路、广元路搿辣的啥地方？飞鸿路187弄，还有其他几只小区的老弱病残，被关了广中路、广元路一只烂尾楼一样的地方，大辣家侪广是，元路面搭对伐？哎，现在大家侪是阴性，又勿把阿拉回去，勿把阿拉做啥？大先生，侬先听我反映情况，还是吧？好，侬讲。我现在想反映的是，阿拉搿搭保女居委会的搿叫蒋家军搿个朋友，伊把阿拉拉过来，今朝辣辣讲，要叫阿拉告一事，要实无经营消失。我想问问看，搿只事体是符合阿拉搿法制的搿种讲法吗？伊是有权利强迫居民？告一事经实无消失嘛？因为我查了一查，现在搿新冠的搿病毒，辣盖搿种外界超过72个钟头，已经没任何的传染性了。阿拉是30号夜到就被伊骗过来的，今朝已经是5号了。外界说物资下半天，已经有人背着的搿种物事，蹲辣楼道里头、弄堂里头，侪消失过了。伊搿么样子讲，是得到㑚街道的授权了吗？管法制的侬朋讲友，好了，哎，我一条条问，侬一条条回答我，好吧？搿样介就勿会得混起来，勿会得乱脱，好吧？侬现在是问搿消失个事体对勿啦？哎，侬根据搿防疫规定个，阿拉是统一个，来整个小区大概就是全部进行消失，文件有因为伐？㑚啥消失个文件有伐？有的防疫规定个呀，文阿拉根件。据防疫个规定，来整个小区统统全域消失，全部个地方。所有的公共设施啊，啥个场地啊、楼道啊，通通全部消失。有消讲到失好实之无后消失呢，伐？啊，有讲到实无消失伐？实无消失，阿拉采取的方式就是等那里向侪消失好，就是一个安全区了。安全区之后，随后衲就可以回来了。如果衲就是阴性的、啊，对阿拉伐？本再做身化就是酸阴伐？性的，对阿个、啊，拉我本晓身得就个。是阴性的，阿拉就阿拉没要。养过。哪要消失，阿拉是支持的。但是呢，辣盖2号的辰光，我看到搿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第171场里头，搿刘都、邵丹丹、邵军主持人辣盖讲，包括阳性的搿种感染者，也只不过是通过屋里头公共区域进行消失。搿篇新闻里头没任何讲到阳性的感染者还要进行实物消失，阳性都没实物，为啥阿拉阴性的要实物？都讲好了啊！哎，阿拉现在采取的方式就是拿咱搿只地区整体消失，消失好了之后，等于是搿只地区就是一个安全区了。随后呢，不是拿作为是阴性啊，甚至于回来了，有的核酸报告啊，就回来之后，阿拉再拿也是把阿拉再拿入户消杀，是整个地区侪是安全啊，葛末拿就好回到屋里向去了。随后搿只地区就是只整个。最轻伤的安全区了，搿哪就是搿是概念，哪侬搿能理定解义搿个意讲？思了吧？哎，我勿就理是搿解概㑚搿种政策的科学性。医念。生，那么侬理解搿只消失的过程，甚至于是勿是污染区，而是安全区的搿个概念，侬理解了吧？我勿理解为啥一定要实无消失？㑚公共区域㑚该杀生，甚至于阿拉30号来了，为啥4号夜到再消失呢？也有得污染的地方，像屋里向污染的地方，病菌暴露了空气里头，72个钟头之后就没任何感染力了。㑚讲眼科学好伐？搿么阿拉还是要进行消杀，搿能才能真正的保证阿拉搿只地区里向的全部侪是安全的。搿么阿拉是搿概念，阿拉居民的财产的风险呢？就是公共地区消杀了一下，其他地方阿拉勿消杀，搿么哦，可能搿里向还有得存在了搿。被污染的隐患在里向，所以阿拉要全部要入户啊，要进行消杀一下。葛末拿进去之后，才是真正的安全了。葛末阿拉本身就是阴性了，对呀。进去之后又得到感染了，搿勿是变成了阿拉消杀，侪是白消杀前头做的啥？葛末阿拉侪是阴性的呀。消杀了，
就是因为阿拉是阴性的，所以再把那批量啊拎到搿搭来，搿搭核酸也做过，鼻头也扫过，喉咙也扫过，大家侪是阴性的。既然人也是阴性的，屋里头人哪能会得有病毒呢？侬勿觉搿只逻辑是勿对的吗？那么侬勿晓得，伊也勿晓得，屋里向侪勿晓得，根本又有可能是不安全的一个地区了。根本侬就意思讲，把阿拉拎出去的搿种阴性的搿种确定，就是拿自家勿晓得到底是不是阴性，就把阿拉分类拉出去，是伐？必须要根底的、彻彻底底的进行个整个地区，包括户里向啊，侪要组织消杀。根本既然那既然讲讲究安全，为啥30号把阿拉，侬为啥30号把阿拉拎出来，一直拖到4号下半天再做消杀呢？消杀可能是要有个过程啊，有可能阿拉搿地区里向。还有的其他人没出来的人，搿么没出来的人，阿拉也要帮伊拉做抗原跟核酸。伊没出来的人就留了个地区里向，伊也是安全的。搿么最好叫拿回去，因为消失过之后，整个地区侪安全了。侬搿个逻辑是勿对的。侬把阿拉叫到广悦路来，已经证明了阿拉是阴性了。既然阿拉人是阴性的，屋里头哪能会得有病菌？既然侬觉得屋里头有病菌，发烧不好的闲话，葛末侬为啥把阿拉拉到搿搭大家侪一道混居的地方呢？阿拉到底是阴还是阳啊？是健康还是不健康？到底有没有传染性呢？那等了搿里向，阿拉该做核酸对伐？就做了一趟，就一号做了一趟。七八百个人一道转移过来，也没任何的。做飞扬的人出去，也拉出去了，就所以侬不觉着搿老滑稽的吗？那根本就没前头做好调控，让大家七八百个人集体一道转移，也勿怪大家是阴性还是阳性，一道转移脱之后，第二天夜到再做核酸，做出来200个阳性的，搿介许多人勿就又变成密接了吗？那好像也有交关阳性的被停留到方舱去了。是问题是搿当中搿一天多呢？肯定也是比例还是老高的。所以讲呀，根本为啥要辣盖啥事体侪没调查清爽，就贸贸然然让大家一道集体转移嘞？搿转移，可能速度效率更加快。效率快吗？3号拉出去，5号再做消杀，搿叫效率快吗？辣盖大家侪勿晓得是阳性阴性下头，几百个人一道拉出去，然后再查出来阳性，再单独拎起来，搿叫效率快吗？搿就是拿做事体的方式吗？搿就是拿讲法子吗？拿讲可以吗？那包括那现在街道下头的搿居委会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极差，交流沟通的能力也极差，问伊有勿有搿种相应的法律文件咾啥物事，侪拿勿出来的。问伊阿拉要搿搭等多少辰光，讲勿清爽的。搿搭啥情况，啥物事讲勿清爽的。喂，听得出伐？哎，听得出伐？好吧，我跟侬讲已经解释过搿情况了。现在估计呢，已经辣盖消杀过程当中，可能应该是比较快，那就可以回来了。根本阿拉不同意实物消杀呢，入户消杀了，不同意。到了屋里向之后，再拿钥匙搞出来，再拿屋里向再消杀。不同意，不搞钥匙呢，就意思讲要把阿拉关了搿搭一辈子了。来这辈子，我帮侬讲，尽快就可以回去了呀。不同意，侬外头杀好了，侬下水道我杀好了，侬杀个3天3夜好了，搿还以为后头有病毒传染，侬哪能了？但是实物是不可能的。那不要入户了。哎，我拒绝实物。就根本拿不要回去了，搿些是侬讲的对伐？对，搭配我朋友。我晓得呀，侬讲的呀。我拒绝阿拉一家门，我代表阿拉屋里向拒绝食物。那就可以到屋里向去了。我就讲4月30号，阿拉已经出来了，屋里头已经没人了。侬一直到5月4号下半天才进行公共区域的消杀。我要回去啊！侬已经公共区域消杀过了呀。已经看过了，大道总的意图就是搿能样子啊。他就是帮2号拿个副市长讲出来，我就是想不反对的了。局域消杀已经辣盖进行当中，昨天就已经开始了，前天子还有我就问侬，2号副市长讲的没讲过十五小时。我得来忙了，等了阿拉那个在隔离点辣盖做生活。阿拉忙呀，你就把阿拉关了，搿搭歇监狱了，该了。我老帮侬讲了嘛，消杀好之后，那就可以回去了。副市长都没讲要十五消杀，哪搿哪家街道里头有个距离好规定十五消杀吗？侬帮我讲呀。